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陶姨，你们期待已久的臀部训练来了。这一期我们将从最基础的找到臀部发力感的训练开始做起，没有器械辅助，没有高难度动作，对于初级训练者和还没有找到臀部发力感的桃子是非常有帮助的一期。我会带着口令带大家一起做，这一期会有一些单腿的动作，如果你的平衡感不是很好，你也可以扶墙或者提前准备一把椅子放在旁边进行辅助。无论是在家跟练还是去健身房训练，都要准备一双平底的鞋，底要比较软和薄，可以是一些滑板鞋，或者就像我的这双，这样比较平的底。如果你今天穿的是一双比较斜坡的运动鞋去健身房运动，如果健身房允许的话，你们也可以拖鞋训练，这样可以避免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造成受伤的情况，帮助我们避免我们在臀部训练过程当中腿部过于借力。好，接下来让我把鞋穿上，然后我们就准备开始吧。好，我们先做一些拉伸和关节活动的动作。首先我们双脚打开与肩同宽，然后双手慢慢向下，感受大腿后侧和臀部的拉伸感，慢慢向下移，膝盖可以略微弯曲，10秒10 9 8 7 6 5 4 3 2 1 OK， 回来，双脚打开，两个肩宽，双手扶在膝盖，略弯曲向侧向拉伸。啊，我每次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都会感觉到我的脊椎会咔咔咔咔咔响。停留在这个位置10秒10 9 8 7 6 5 4 3 2 1，回来，反方向，感受腰部的拉伸感，10 9 8 7 6 5 4 3 2 1 OK， 好，回来之后我们做一个开胯的动作。这个动作我们会单脚站立，如果你的平衡感不是很好，也可以辅助一把椅子。我挑战一下，直接单腿站，大腿抬起来，绕圈回来。好，10个，1 2 3 4 5 6 7 8 9 10。 OK， 放松一下，反方向，1 2 3 4 5 6 7 8 9 10。好，下一个动作我们是做一个侧弓步蹲，这样很好的会刺激我们的臀部外侧，就是我们上臀的部分，就你们会经常说到自己臀部凹陷啊，改善就可以通过这个动作。双腿之间的距离是两个肩膀的宽度，脚尖向前，膝盖向正前方，屁股我们首先向右后方坐下，感受侧臀的发力感，另一条腿伸直。好，起，起身的时候用臀部带整个身体起来，你会感觉到臀部的肌肉收紧了一下，然后再慢慢蹲下来。好，我们重复15个，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好，我们变相做一个宽距的深蹲，调整一下站姿，双脚之间的距离还是两个肩膀的宽度，双脚可以略微向外翻大约45度，然后我们做一个深蹲的动作，膝盖朝向脚尖的方向，起身的时候用力夹臀，到顶点的时候用力夹臀，膝盖可以略微弯曲。好，我们做15个，1 2 3 4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好，反方向的侧蹲，再调整一下站姿，双脚之间的距离不变，向左后方坐下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好，还是中间站位。每一个顶峰的时候，我们在夹臀的同时要停留一秒钟。好，我们继续十五个，一、二、三、四、四、五、六、七、八。花生在你们的臀部中间，然后用力挤压，停留一秒，
好，我们做15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感觉像扎屁针的一样，有点痛。这个动作真的是很好的，可以刺激到我们的臀部上侧肌肉。如果你觉得你上臀练得不够的话，可以多用这个动作来刺激我们的臀部发力感。好，休息5秒，5、4、3、2、1，准备继续。5秒，5、4、3、2、1，好，1、2、3、4、5，6。
3、4、15。好，最后一组放松一下。5、4、3、2、1，好，我们继续。1、2、3、4、5、6、7、8、9，加油！15，好，我们换另一面，我倒过来，向斜后方向踢，踢到顶点的时候停留一秒，1、2、3、4、5、6、7、8、9、10、11、12、13、14、15。好，放松一下大腿，我们继续。1、2、3、4、5、6、7、8、9、10、11、12、13、14、15。我每次抬起都感觉到肌肉无比的酸痛。来，反方向，1、2、3、4、5、6、7、8、9、10、11、12、13、14、15。啊，最后一组，加油！1、2、3、4、5、6、7、8、9、10、11、12、13、14、15。好，放下。1、2、3、4、5。啊，最后一个动作，我们做一个单腿硬拉，可以把椅子放在侧面。这个椅子只是来辅助我们不被摔倒，但你不要把重心全部压在手上扶着椅子，你只要轻触，保证自己不摔倒就可以。如果你的平衡感很好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做一个单腿硬拉，也可以的。如果你的平衡感不是很好，就扶墙或者是扶住一把椅子。好，做单腿硬拉的时候，我们将一只脚抬起，另一只脚的膝盖略微弯曲。这个时候你会先去想用脚掌去抓地的感觉，用脚的外侧的脚掌来抓
地，膝盖有个外，膝盖有一个外旋的动作，这样会更加保证我们的稳定性。同时将一条，将后腿慢慢抬起，以臀部为中心向下，身体向下，感受整个大腿后侧和臀部上侧的发力感。起身，起身的时候还是以臀部为中心带动上身起身，回来把胯向前顶一下，这个时候你会感觉臀部的发力感更强。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随时调整椅子，像我刚刚就觉得我这个椅子有点向太向后了，所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有点费力。好，那我们正式进行十五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视频就到这里啦。
期待桃子们快快长大，爱你们。